29块就买到了。看一下会不会卡在里面呢、啊？真的一轮。噔噔，今天带这个很厉害的东西去帮我朋友的店打扫。Harry Smith 你们有听过吧？吸尘机将出名，这一台是他们新出的洗地机 AI 9，899块就买到了，快点放进车。哎，我们今天为了实测这个 AI 9 CD 机呢，我们的行程很丰富，我们一共要去三间店，这三间店都是我的朋友开的，第一个就是开餐厅的，第二个就是开 salon 的，因为你们一直很想要看 CD 机到底是不是会卡头发，所以安排，第三个就是珍珠奶茶店，我们去细珍珠 Let's go。 OK， 我们到了第一站 Lee Garden， 我们的朋友的餐厅。哦，我朋友是有钱人哎，好大件哦。OK， 在开始之前，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洗地机，它就是可以扫地加洗地 together 的一个机器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平时你们家里面啊有倒掉那种番茄酱啊、咖啡啊、面条、饼干碎啊，用它来扫跟洗，就是真的很鬼死好用。所以我推荐每个人的家里面一定要有一台洗地机，是真的，因为很省功夫。Thank you， 这个。是我们的午餐，等下我会放两三条这样子在地上，我们就看一下它能不能洗出来。我们去洗面条，因为它只有一个 water tank 嘛，这个是脏水桶的 water tank， 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先，干净水桶在这边。这个水壶真的很好用，可以对准准。啊，真洗哦！现在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一小盘面条特地 get 出来的，这个就是准备给他洗的，如果他连面条都能够洗的话，这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难的，而且这个是又有姜又黏黏的 bolognese。 啊，我你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啪，12000帕的吸力去吧。他是我发现他是自己走了，还一直拖着我向前走啊，还要自己去，好像溜狗这样。我吸完了，哎，那个面条全部在这边，跟那些肉渣。啊，真吸哦！这是我们刚才放面条的地方嘛，它已经干了，就是一点点水就已经是可以抹到干干净净了，而且它还可以自己站立，不用的时候自己站在我的旁边。等等，第二间 ，hair bar 就是平时我剪头发的地方，这个老板特别多话讲，跟特别爱喝酒。哇，今天好多人啊，一定很多头发给我洗。哎，我头发还没弄好呢。那这个就是hair bar 的老板，又帅又年轻有为，很多话讲。你要剪头发，你要剪头发。不是，我是来吸尘的。吸尘？哦，你今天来帮我吸尘了？啊，对，我今天来打工了。Okay 啊 okay 啊、你刚好，因为今天我的店很多人，那你刚来，今天帮我吸一吸，干、okay、净我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不拖你单，我剪头发的。OK， 拜拜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放在这边好像很适合，没有违和。我相信啊，如果我的家掉这么多头发的话，我应该光头了。看一下会不会卡在里面呢、啊？什么台在啊？大气一点，滴答滴一点。它有一点像是哦，弄湿给它一捆啊，它才吸它进去。OK， 因为头发有一点多，所以我们再开直播模式，这边按一下，强力模式。哦，一轮不了，就是直接吸了，再加洗滴，看到吗？哎，你们要买一个嘛？以后不用扫地又不用抹地好吗？我可以叫你感觉，放在这边，我帮你做实验，看我们可以吸多久的头发，那个吸还是可以。直接无视它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间店，珍珠奶茶店。现在我们先去 order 一个豆花珍珠先。你要吸珍珠奶茶还是你要吸珍珠豆腐花？珍珠豆腐花很特别，豆腐花塔罗波加珍珠。OK， 好了，噔噔 ，OK， 我们去偏僻一点的地方，不好意思给人家看到。全城最好吃的豆腐花，这间豆腐花真的很好吃，我不是因为我朋友我才讲的，我最喜欢吃它豆腐花，很鬼死暖哦。我想说，等你吃完就怎么会多两杯这样？这个刚才那个老板送的，哇，这个下去很肥耶，但是很漂亮哎。让我们放地下，等下我会帮这边的人清理干净啊，不要给老板看到。如果清理不干净的话，我就会抹掉。
快点快点，趁老板没有看到，快点。可以吗？够吗？够吗？够啦。够了，再来。够了，够了。OK， 来吧。会不会很大声？会。我们开 Max Mode 啊。哦，没有了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一轮一轮就没有了。我以为豆腐花要吸很多次，因为它是要撇盐嘛，结果它走一轮，它的吸力真的很强，就完完全全干净到完了，然后它的水也没有很多，就是触到刚刚好这样子的。那老板看着我，我怕没有扫干净，很干净，真的滑了。花了 ，OK， 实测完毕。不得不说，洗涤机真的是很鬼丝好用，无论是固体还是液体，它都是走撸出去就搞定了。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有宠物的话，你们常常打翻东西啊 ，please， 你们一定要去买一个洗涤机。讲了这样久，我都没有跟你们好好认真看一下这台洗涤机的样子 ，OK。AI9 颜值是挺美的哦，它特别是手感，它不是那种 plastic 的感觉，它是很有 quality 的材质。这边有一个 LED screen， 可以看到电量、水量、吸力等等。上面有 on off button， 还有 turbo button， 而且还有自动清洁模式。洗完了之后，机器会自动帮自己冲凉，干干净净。但是其实除了这些功能之外啦，这台 Paris Swift AI9 最大的好处啦，是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马上找到人 claim warranty service 或者是维修，真的这个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好处。因为之前很多人跟我讲啊，就是有一些电器品牌他们是中国来的，所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是完全找不到人，或者是那个东西要寄回去中国是很烦的东西。但是 Paris Smith 它在 Malaysia 是有实体店的，有什么问题马上找到人。而且只要你买这一个 AI9， 你就会 automatic 自动升级成为 Prestige Club 的 member， 也就是说你可以免费拿到2+3总共5年的 warranty， 再加免费一次上门，是上门啊，清洁服务。 Member 还有一对一的客服热线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啦，因为如果你买电器你有专人服务哦，这点真的是会放心很多。那它多少钱呢？它原价是1299，但是在8月19号这天，只有这一天啊，卖899块。当天买的话还送他们家的 Hush 空气净化器，再加噔噔这个300片的自溶清洁片，就是丢进去它就会变成肥皂水的。这个300片基本上等于你够用1年，不用买清洁水哦。记得啊，只有这一天啊，要买的就去吧。颜值高，功能多，不超过900块，还有专人服务，我真的是找不到理由不买它了。所以你们，我把链接放在 caption， 你们自己去买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